小树叶，新的家。小树叶生长在一棵很高大的树上面，它很喜欢这个家的，因为在这里它可以感受到温暖的阳光，又可以在高处看着地面的人走来走去。但有一日，一阵的强风将小树叶由树上面吹了下来，小树叶飘啊飘，当它落到地面上面的时候，清道夫见到即刻用扫把将小树叶扫走，又说了，哎，快点走啊，不要留在条街，搞到条街污糟邋遢。小树叶被扫把一扫，又再飘啊飘，飘到一个游乐场，在那里玩的小朋友见到小树叶飘了落个滑梯，就即刻将它扫开，就说了，哎呀，做乜有块树叶在那里，不要阻止我们玩上滑梯啊。小树叶听到觉得好难过，因为好像没人欢迎它咁，离开了大树，落到地面就只是变了一件垃圾，没人喜欢它了。小树叶想到这里觉得好伤心，它一路飘啊飘，飘到去一个公园，落咗响公园一张长凳嘅旁边。有一个小女孩正坐响长凳上面睇书。小女孩见到跌咗响佢脚边嘅树叶，就将小树叶执起，放咗响自己本书入面，就讲啦。这块树叶形状和颜色都好漂亮啊，可以用来做书签都得。等我带小树叶你回家啦。小树叶听到觉得好开心，因为它终于找到新主人，有一个新的家啦。小朋友啊，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每一样的物品都有它的用途。有些我们可能觉得已经没用的东西，经过小小的改造就可以废物重用的了。日常生活里面不妨多些留意一下，令到物品重新发挥它们的功用了。